刚了刚了，咚咚咚咚咚。你要尝尝吗？不给，自己去买。搭配起来就是非常完美。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ATL 西游记》，我是 Gloria， 我是 Dogo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又来这个网红打卡地啦，好开心，喝咖啡、啊、喝咖啡。最近看到很多那个小红书的博主都来这里打卡了，我也按捺不住了。那我们也要来一探究竟。对，哇，太棒啦！怎么，你还等什么？我都等不及要喝了。来来来，快尝一下，怎么样？豆豆，太好喝了，咖啡达到我新高度。这个咖啡的浓度实在是太浓了。嗯、我刚才听坐的那个姑娘，漂亮的美女跟我说，她只萃取前20秒的咖啡、哦，所以它非常浓郁，上面有一层奶油融合着这个咖啡的油脂，满口咖啡香啊！我这个我也特别喜欢，我第一次喝到这个 peanut butter 口味的咖啡哎。有一层浅浅的这个奶油，然后奶油是 peanut butter 的奶油味道。哎，这个我真的不夸张啊、嗯、这个是我喝到现在最好喝的拿铁、嗯、它的咖啡味非常香，非常香醇。看摄影师已经朝我瞪眼睛了，他也要尝一尝。不给不给不给，我不舍得，我要喝、嗯、太过瘾了。我建议朋友们喝这杯咖啡的时候，把那个盖子打开，大口的猛喝一口，连奶油连咖啡，它的这个奶油非常非常的丝滑，非常浓郁。嗯，我连盖子都想舔一舔，我可以舔，把它舔干净。盖子都非常好舔，因为这杯的话，它就它喝起来很有趣，因为它下面是液体，然后中间它的这个 cream。是很厚，有点像吃甜品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上面的话又是饼干碎，所以各种味蕾混合在一起，就是喝起来很有趣的感觉。这杯怎么样？颜值可以吗？哇，这杯好漂亮啊！哇，它是很浓郁的抹茶的那个口感，嗯，然后上面，嗯，上面不是冰淇淋，是巧克力奶油，嗯。然后有一点点甜，综合了那个下面的抹茶，有一点点苦，口味刚刚好，非常不错。最喜欢我肯定是这杯，这一杯，第二杯，第三杯。我来尝尝这个，对你尝尝看，好，要尝尝它这个，要尝尝它的巧克力奶油、嗯。哦，巧克力奶油上面还有抹茶酱，嗯，甜甜苦苦香香的感觉，哎，是这样子，有点像吃那种。就抹茶巧克力，就是很有回味的那种。嗯，别吃光了，留点给摄影师吧。停。嗯。怎么了？好开心！哇塞，你吃的都摇起来了，这个太开心了吧你！尝过了咖啡，我们来尝甜品吧。嗯，他们家甜品也做得很精致哦。这个是原味的，我看点的人最多。哦，原味的 Basque， 我们来尝一尝。哦，它还有抹茶啊、巧克力，很多不同口味。对对对。这个口感很像那种日本 cheesecake 哈。我挺喜欢这里有点烤焦的味道的，觉得很香。然后入口是很浓郁、很绵密的感觉。嗯。上颚下颚一抿就化掉了。它这个感觉质地吃起来是非常的 light， 吃起来完全不会腻。这款摆在面前很好看的甜品叫做 classic cream donut， 然后也是有不同口味的。我们今天是点的，嗯，有联名，它还有草莓啊，还有原味的。吃了？你吃啊，你吃。它的 cream 是打得非常 puff， 非常非常松的那个那种。你很会吃哦，豆豆。就是布丁而已，对吧？有什么特色的？他说：“那你吃了就知道了呀。”吃饭。咚咚的嘛，那个布丁，看，咚咚的，你摇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它在抖。
咚咚在抖，你看。哎呀，这个布丁好软呐、啊！哦，这个奶酪真的是在嘴里完全不用嚼，就它就直接化在你嘴里，然后这个奶和新鲜的这个草莓配在一起，好清新，好配啊！你今天有好多好配啊，好棒！你不是说它没有什么 special 吗？就是布丁而已，对吧？越看上去普通的东西，有可能越惊艳到你。就是也是越吃越香，它的这个奶酪，这款也完全不甜，我轻轻松松就把一整个吃下肚。所以夸人家甜品好吃，就是不甜是最高境界了，应该是。哎呀，我还没喝够呢、哦。我喝光了，我还想喝，下次再来吧。对啊，这边周边有很多好吃的，又有什么？韩国烤肉啊 sushi 还有 ramen， 下次我们可以约去探店其他的好吃的，然后吃完饭过来喝咖啡吃甜品。感谢收看本期节目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